有申请公积金局 IC 纳提款计划的申请者要留意接下来的这则新闻。公积金局今天凌晨漏夜发文，表明系统出现了技术问题，呼吁用户在今早八点之后再登录查询申请提款的最新状态。公积金局凌晨一点在脸书向用户致歉，表示当下所显示的申请状态出现了技术问题，当局正在努力解决。贴文的留言处有许多人担心空欢喜一场，因为之前的申请结果显示获得批准，更新状态还注明了获得款项的日期。第二组别的会员是从上个月11号开始通过网上申请提款，申请者需要提呈文件证明从今年3月起总收入减少30%或以上，第一账户的存款是在10万令吉或以下，民众最多可提取10000令吉，存款超过100000则可提取最高10%的存款或是6万令吉，是何者为低？